大家好，我是老五，今天到荒废八年的鱼塘里面收地喽。看，我的地笼就在前面，看见没有？哇哇哇！什么东西啊？哦呦！哦 ，Hello， 一条红色的，好像是蛇。哼，来，哇、哦，吓我一跳！看见没有？哇、哦，不是蛇。哦呦，好奇怪呀、啊，是条黄鳝。你看，红色的，看见没有？刚才我还以为是蛇，把我吓一跳。现在把它倒在盆里，哎，哇塞，你看，哇，好多泥鳅，哦呦，还一条黄鳝，你看，这条红色的，刚才我还以为是条蛇，吓我一跳，你看，哎呦，这条红色的黄鳝死了，估计。气氧死了，闷死了，你看，是没有？嚯，吓我一跳！原来是条黄鳝，红色的，这种黄鳝是很少的，你看，怎么这条黄鳝是红色的？你看，看见没有？嚯，挺吓人的。哟，我活了50多年了，你看，这个才遇见这个黄鳝，红的，第一次看见，看见没有？嚯，太奇怪了！哎，红色的。还有没有？我真是太奇怪了，红色的，哎，不要扔了，我把它拿回去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些是诱饵包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些蝌蚪把它放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就下到这点泥鳅，活到两条黄鳝。你看，一条红色的，或一条奇怪的黄鳝，看见没有？哇、哦，太奇怪了，红色的。晃眼一看，我还以为这是条蛇。你看，哇、哦，太像了。你看，红色的，现在把它拿回家去，虽然死了，拿回家去让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我放的诱饵包，你看。上面画的有，你看，这个下鱼的，看见没有？下鱼下泥鳅的，看见没有？这条黄鳝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没有？你看，估计还是有点值钱吧，可惜死了。看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